好帅！上门，上门了，来了，已经揽件完毕，上门了。顺丰快递。帅！我只能说他这个动作真的很帅。是的。早点直接吹了个口哨，兄弟。盲区可能也是一个无视野的盲渣。我看一下啊，这边德国代表队主动进攻。哎，非常少见的。什么意思？麦卡大吼一声，什么意思？我已经打了这么多把。而同样中国台湾赛区这边好像也并不是软柿子，要强打，但是对方是一颗手雷将 Civic 炸倒了。是的，而且德国这边把人救起来了。嗯，他们刚才其实很有想法，德国队是从 P 港搜完之后绕着机场岛走的东桥，这样的话农场北边大仓不会被放空了，看看有没有队伍能够去接这一片。严厉一颗雷炸了两个，现在形成一个近点二打二，你看这个圈形一切角以后，几个战场同时开打，土路那边其实也打得比较热闹。嗯，眼里这一波是一波一串三，最后一颗燃烧瓶是将防区内的德国代表队的选手给直接是烧倒了，全方位无死角的一个燃烧瓶，还在过点，被泰国队冲得很惨，基本上两枪就倒的血量。哎呀。感觉毫无招架之力啊，一穿四。哇，这一波打完以后把队友一扶又是一个满编，可以。没错。哇，这边境界差一点点。感觉血量如果再多一点可能有机会穿。嗯。同样在观察信息的美国代表队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头，而是在土路持续的卡边吃信息。嗯，流血流掉了，这个人没错，刚刚扎进来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吃周围信息，对吧？你周边信息是什么情况？而且印度，你说别说，现在土路确实打架的人还不少，谁能最后活下来？一共有四支队伍，现在美国赛区代表队是赶紧往回撤了，而侧翼枫叶树的话是有芬兰队卡住了半坡的 Loki 这个位置能救吗？有雷想补，而同样也是在土路的澳大利亚代表队是谨慎一点啊，你也听到了前面的枪声的，好，目标都是这个坑来了，开移，一换一，车轮战 Nice， 这一波可以人数碾压，攻下来一个地方还可以，这个圈起码有着落。好防守啊！你看那个车近在咫尺。是的，而且他们的车的距离比较分散，看到有烟不太敢去。嗯，有点迷茫了，澳大利亚。过点小路。这一份已经拿下了，问题不大。补的同一个人，对。我要杀了这个泰路。绕到一个非常蹩脚的位置。嗯。待不住啊！哦，这怎么待？直接被团灭。对，但他们这个位置目前就是要去忍，自己兄弟要忍耐一段时间。是的。哦，澳大利亚这边想要去，应该是往尖塔这个位置去走，但是卢克在车上就被打下来，而且被补掉了，只剩下弗莱迪和里普哥。给不了压力也不行，但是巴西代表队他抽了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发现没有任何的击倒，对面也不给机会，其实这波如果要强冲的话不是很好冲，他两个人架，然后两个人开车看选择了。是的，这波如果能扛着的话就非常不错了。而另一边从刚出来的美国赛区代表队是直接一波给里普哥端平。嗯，对，前面是很载具不能支撑到点，所以他在边缘停了以后，远点的 UK 也在抽他。嗯，哎呀，哇 ，UK 没有着急动，手上没拉好像。这个好像就是也是源于他们想去开刀，但是发现找不到什么机会。他都布好局了，其实主要是旁边 UK 给他们限制太大了。没错，他那个载具，你看那个直接冒烟了，他再往前开一点，可能到点了，直接那个分数就送了。我觉得今天对于
巴西赛区代表队来说，就是圈运不好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处理了。嗯，今天的赛运确实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嗯，这一局感觉好像又要没了，感觉要嘎了，已经没了。这样的话这把应该是 UK 的追分好时机啊，因为现在目前 UK 已经拿到四个、有宰制的话你就有机会去冲。而另一边中国台湾赛区和越南赛区这边是两边在靶场这个农场北边两边交织在一起了。杰克洛夫是远点抽到一个，确实泰国赛区的这两个双防还是比较安逸的。目前还是要看边缘，没错， PCO 代表队这个位置，毕竟那个坑是个被动方啊，只能看听天由命啊。他撤也撤不了了，这个手雷过来非常致命，周边直接被炸倒，手雷很多，再来一颗雷，小叮当也没办法，还有雷，还有火啊，这个是真没办法，没办法去操作这个点位。是的，两支队伍左右都在利用这个投注去拉扯这个坑，而另一边的话，越南代表队通过凭借自己正面作战能力啊，是将中国台湾赛区给全部团灭。现在有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前面的队伍都活着，是这一分会变得越来越难。是的，还在清理战场，四个人都活着，手雷确实精准度很高。而炮楼这一头是芬兰选的强中啊，但是人数已经完全不多了，只剩最后一个 Grapsy。 阿肯尼赛区好像在这个防区当中还带了一把喷子，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因为画面比较糊啊，我不确定是不是1897。同样，印尼这边也是。嗯，就变成一个一打一。没错，但是 Norris 想拉出去拿分的时候，被远点美国赛区看到了。这个高点，黄胜利登高望远。刚说完。抽把也要稍微当心的有点枪线啊，是，还好好像身边还有个兄弟在啊。嗯，是的。好勇敢的一段，就这样敢干啦。是美国赛区代表队，我就在打韩国赛区代表队的时候，等于是两边都在对他进行输出。是的，在看，已经看到了。对吧，这边选择强冲，说明自己远点放倒 T 步，直接三冲一，问题不给。先把分抢下来，第二名，这把第二名，而且拿到淘汰，二打四，无所谓。对方投掷物也多，没错，